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三期春养杯 TNF 五普啊非官方比赛。现在我们的比赛现场就是这里，还是同样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有新的两位选手要参加比赛，一个是 Elis， 现在在这边休息。另外一位还没有来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拍一下他。好，现在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这运动员来了 ，Elis 有望夺冠，还有我们今天的安全员 Sam。嘿嘿，对 ，Elis 有什么感想吗？有一点紧张。有一点紧张。啊，好的，好，现在已经布好了。这一位我们今天的安全员小姐姐，安全员，我的搭档今天正好比赛，我希望他今天可以创造自己的 PB。好，可以，很好。我们三小哥哥现在要不踢线了。方法来应对，就是让自己达到最好的状态，让自己的心跳降低呢。穿完试衣之后，心跳又会加速，所以穿完了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呢，再让心跳减速。好，安全员正在试池子。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调息方法。他在准备的时候，没有把头埋进水里，让自己达到最好的 MDR 的效果。然后在这里休息，让自己睡觉，睡觉是最好的休息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小七来了，有什么感受呀？好饿，好饿，好困，好困，困就对了。今天比较赶，然后还有20分钟就到了，千万别学死，全靠队友了。你的队友是谁？小鱼。Official top, plus 1, 2, 3, 4, 5.
呼吸呼吸呼吸，三面镜，鼻夹鼻夹，进了。好，恭喜你 ，Alice 白卡，105米。3, 2, 1, official top, plus 1, 2, 3, 4, 5. 好，恭喜你，白卡。好的，60米，白卡。什么感想？你差点碰到他了。笑死了，我没倒过。但是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出吐气了的，然后上来之后开始我觉得还行啊，就开始晃晃，然后有点害怕。对，你差点碰到他。差点，不行，可以啊，给你拿手。对，你应该把手拿开，因为有些裁判后面看不到，他可能就算你红牌了。你就一直拿开就可以了，一定要记住，裁判叫你救的时候你就救，就很简单了。好的。第三期 DNF 非正式的这个春药杯比赛第三期倒数圆满结束了。Yeah. 好，我们这次的战况是两张白卡。同学105米5斧白卡，还有小七同学60米白卡，都非常不错。有什么感言吗？小七有什么感言吗？啊，又伤疤了，又伤疤了，非常的稳，每次都伤疤。吓死我了！你是有什么感言？我的感言就没有做得很好，然后准备当中也有出了错误，出了些错误，对，我改了配重。改了配重，对，本来是要加配重的，结果减了配重，所以再往上飘，对，好的，好，也学到不少的这个经验啊，希望我们在正式的大赛里面，正式的比赛里面可以有更好的成绩。好，这一期就结束了，看下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战况，好，成绩表在下面，好，那我们就结束了，拜拜，下期见。